大家好，我是汪嫂，千村万户我们来到了肇兴侗寨啊。那今天晚上呢有这个谷雨节，就是侗族的情人节，女孩子喜欢哪个男孩子的话会往他脸上抹的啊。待会看我脸上会不会脏啊。镰刀哥也在这边啊，然后他现在呢给我们搞点糯米饭吃。现在是晚上7:30，然后正是高峰期人多的时候，全部都在外面追着人就抹脸。多少钱一碗？5块一碗。你要不要来一碗？我们摄影师太傻了。来拍一下摄影师。哦，我走开一点，我走开一点，我是无辜的。看谁脸蹭过来了，就直接往上面抹。还想摸我，抹了就溜。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"欢子 TV"。